開返，開返了，咁排排到，用，負六，你再排個。 唔係開長轉，唔知做乜事。咁都係咪畢咗嚟就係揾緊長經？ 真實就開一開，得連得翻而家真係，已經連翻場，佢沒有網絡，集哥，啲人，開份小巫，好耐冇見啊，好耐冇見，叫咩技好，得一招得個傷。 排隊，就排隊揾場。誒，揾到場啦！已經揾到場。誒，殺手走佬，殺手佬已走，加分。 領隊揾場中都揾得耐，都唔係咁快有場。頭先先玩到一場，老奶奶攀任書41呢，佢急半隻。 場升唔升到5萬咧？可能升到5萬，有啦揾到場，又殺手，仲爭兩個隊友繼續升轉分先，入入入埋嚟。 頂，個殺士任機翻，點解殺手全部走佬？我自由我道，可能晚上早田少揾場中而家係未揾到場，又有場。 揾場模式，嚟呀！就做嗰啲每日任務。喂，殺手又走咗，係咁走。 個星，攞支電筒仔，我就玩咗一場電鋸就頭先，之後都未揾到場到依家都，誒領隊，再排多陣冇啊，走去玩下殺手。 哎呀，有！
佢用嗰個韓國佬贏一次，跟住呢度用黑妹走三次，玩咗場德州電鋸佬。加分又少了一個人，紅燈390多，因哇點解開唔到波？受傷跑，不停咁加分。仲爭嘅，而家仲爭六呢，我個人就升曬所有人，全部爆呢啦啲人，仲爭呢個。話是話，50-50-50，你俾我玩曬啫，等下先。我要你又有唱這個巨龍，好少見過什麼巨龍，用回韓國人差點忘記了，剛剛燒鬼了，我剛剛有一場短視燒鬼了，但不計數，但只要燒出街，最近的巨龍沒有，唉又走，沒有了，沒什麼點見巨龍了，現在消失了，巨龍回來喔，要賭錢技啦，這招都沒什麼用，我很少用賭錢技，可能有時有用，拿來玩東西不見了，可能不閒呢，很多人都轉了一個做其他東西，已經個個都忙，忙到沒時間看台。叮叮叮叮，又又46呢，我有三級，之前有啲喺 LL 頭見佢出現，而家唔見咗勁耐，可能已經唔得閒睇台，或者可能睇已經轉咗其他興趣。冇再喺度留，冇再睇台，冇再做睇台呢樣嘢。彪彪，佢可能講講下，佢會無啦啦出現咧，咩召喚巨龍？我升到50呢都啊又有啦，我仲想講咩？升到50呢都揾唔到搶，我即刻走去玩殺手算鬼數。開燈未啊？玩咗一場人嘅，唉，全部都係咁走，但好似揾到場啦。哦，點解殺手要開場呢？唔好，佢唔想玩殺手，不如唔好開場。好奇怪啊！啲人成日知乜係開個殺手，但又唔係玩噶。48，又係咬場。去得波未咁鋪，擦夾，DBD 日常嘅殺手路是常走場，有知識傷，將。49，呢
哇，領隊三級啱啱冇事係狗咧，又清曬啲分啦，終於都，佢哋全唔得閒咩？呢句咩？嗰係呢句分定係翻學？啲人都教教住，玩到一點我都教教住。 太忙了，都冇咩，唔系咧，正式玩完所有人，全部人都三转，唔系咧，冇得再转身啦。可以玩得未咧？ 天日翻學，我覺得個殺手等等下唔耐煩都走。如果呢次彈出去，我去玩殺手算數。 都冇咩好加分呢、這個，都小事。全場人類全五話咧，三乜嘢？Hi Twitch to all 乜嘢？七個人，耶！再五百。 三十幾秒，個人就話點解會排到嚟呢啲場？個咩人又睇佢邊度嚟？香港冇場噶嘛，香港冇場，一輪排到世界盡頭，唔知去到邊度，可能去到啲咩中東區咁樣都去到。 佢好奇怪，點解會有香港玩家啲片？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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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喂，醫生，佢慘叫啲隊友。用做乜嘢？搏命整機。有隊友喎喺度，殺曬啲嗰啲位，哦冧埋。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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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雙贏。嗰邊，喂，佢多謝俾領隊，開咗未咧？嚟查下嘢先，未開，可能買到工具箱出嚟，或者藥包都好，我都啱使。開，誒都好，藥工具箱好過冇。就整上面嗰部落去。快少少。但係個隊友都受埋傷。三級電受傷個隊友。救翻落嚟，但係都係即刻立，冇陀標。第二次上勾，都不咗嚟有一個人嚟睇台，做乜事？隻 game 停咗 ，game 試。哇！頂中伏。整機，哦、死咯！嗰隊友又再冧，一上啦即刻死。會 QTE 左右，左搖右擺。嗰左搖右擺再加埋嗰個整機圖騰，真係難撳到黐孖筋。啊！點真係撳唔中？嗰個殺手有個招行近 QTE 細啲個招，頂我就係三就係二級啦又。而家嗰個重電值唔會慢慢降翻，以前會慢慢降翻噶嘛。即係你唔係食緊佢啲電嗰時，要慢慢降翻，而好似唔會縮。佢仲有踩機技添，佢佢佛祖嚟，佢就有啲踩機技。我唔識分九，我揸部，我唔識分九身。接。哇！爭少少，接，差唔多，九成嘅準，冧咗隊友，得起，接。一刀開波，走佬模式開波，即刻走，佢開閘，
仲喺好遠放電聽到，拉，唔知夠唔夠到隊友啊？有七倍唔係唔夠，好啊，去玩下。 有個圖標，仲有電腦咧，我電腦見到喺嗰個位，好難夠咯電腦，佢一放電你做唔到嘢，要著膠拖鞋去。 哎，住住，哦，三级，已经三级，要做孙悟空啦而家，师傅唔好再练魔咒，好痛啊！要掹翻嗰个紧箍咒落嚟，哎顶，揿歪咗。 好细，冇啦，我谂都要走啦。哇，啱啱好嘅，走先，仲有幻术，别啊，我用黑妹下场，唔得。He is camping， 快快快，速级咩咩，超级快 level three。 好事，搞掂，去玩黑妹，去玩黑妹，呢啲系42分而家，系咪有冇睇错名？系啱，收埋佢，唔使玩，即系。 好啦，都咩都玩，就是但啦，就咁入去，就咁入去。哎呀，慢慢等，即刻有场喎，而家又，系咪好靓呢件衫？ 粉红色揸下手，石仔五五五，蒙面超人五五五，开得波未啊？ 金马杀手，我杀手会唔会临5秒嗰时即刻出翻去？哇！真系出翻去，唔使5秒，只7秒定8秒，开口做。 Justin Channel will add 4 years for everyone. Dun dun. 系咪一讲一讲啊？真系会做咩？ 星期二六合彩系 Justin 做，咪有啊有场，咩男朋友唔同我打机，我咪可以自己慢慢玩，女朋友打机。
基巴系边个讲先？咩男朋友 ？Battlefield 男朋友一咩七十一十四特别号码二十六头奖两注中两条弹散翻五百几万。我冇持有以上咩六合彩飞。佢播未？佢播。嗯，好似喺樓上開波啊！又會，好似冇，好似唔係試好多次啊！冇得跨欄添呢度。护士，药包仔，我哋跨过落呢个兜仔度，系咪试试私语？喂，仲诶死亡恐惧，哎大拎落，哦冧埋，快改翻制咩？又唔知想点，唔知佢，同埋见到有啲新嗰啲 skin 嗰啲啊，个篮球佬同嗰个田径灰，有新。我哋又可以準備俾四廿蚊定俾廿蚊買嗰啲唔知咩 skin， 大家準備好未？你廿蚊 ready， 廿蚊 ready， 我有人救翻，廿蚊 ready， 萬聖肯定萬聖節嗰時出啦，係咪啊？月我哋月尾嗰啲 skin 肯定月尾出啦，我估。啊，同埋咩？大家儲定錢，萬聖節嗰啲 Steam 嗰啲咩恐怖 game 啊，咩咩 game 特價啊，大家準備好啦，係咪？準備抄抄你嗰啲床下底啲利是錢，準備買嗰啲恐怖 game。肯定啊 ，Steam 肯定有特價啊，萬聖節，我話你聽。開箱。頭先買殺手又得，又得，喺邊度啊？嗯，啊有技啊，肯定用咗個電鋸佬嘅招技，點解冇啊？睇啊嗰度見到而家，陰係整，好幫好幫好幫，呢幾個箱嚟整，可能有特價都唔定啊！出咗啲 Michael。萬聖節 Michael， 咩 Left 4 Dead 咩破低價咩十五十蚊啊嘛，喂破十蚊都唔使嘅咩？我諗緊嗰個 Call of Duty 究竟買唔買豪華版？豪華版即係 Season Pass 係嘛？我喺度諗緊，淨係買單獨買隻 game 啊，定係買輯單獨隻 game 啊？四百唔知六啊幾？豪華版咧係七百幾蚊，我見到。係咪要升呢 Call of Duty？ 我見到咩咩 EXP 兩倍定唔知乜鬼嘢？好似啲經驗嘢，又知唔知咩喪屍槍定咩槍？個隊友喺度，盾蓋寶，好啦嗰個，想玩下嗰個故事模式啫，
Bien. La madre. Bien. ¡Wow! ¡Capuche! ¡Lo fante! ¡Wow! ¡La cabrón! ¡Tan gran chuyena! ¡Ah, man! ¡Ho! ¡Me sé por qué casi ya tío! ¡Chu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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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é ¿Qué es eso? 殺手。 Q完。來走。 BC 看不到
哦，死咗咯，走唔甩咯，跟唔中嗰个，哇，到我俾人鞭尸啦，俾我鞭尸，啪，抵，已经死咗，已死，点解啊？唔系，因为玩都睇下玩排唔排到多场，排到多场啊，转 系真系吉唔中嘅，冇笔系吉唔中，我吉背脊，做唔到个入，好似走沙漠一走唔到啊先，好难吉。 大咗好似冇似跟得中，不时时咧，冇乜嘢。哦，杀咗走咗，杀咗走咗啊！ 全部二百几是但，是但，因为唔记得 ADAD 咯。有时如果你啲队友又有用，跟住你以为自己可以即刻跟，跟住咦唔记得咗，自己唔系练埋要 ADAD 30% 先有得揿。 记得自己唔系猎物啦，即系有你啲队友，总之有用其他嗰啲猎物技，佢系猎物，你冇得即刻吉，都系烧加分嘢。老老老老老老老。 有大 delay， 停咗條片再播過就冇 delay。通常你個網個台一直開住，個台一直開住。 即係你掛住喺個台度咧，跟住等台主開台咧，那個 delay 實係大嘅，即係 F5嗰啲咧，通常咁個台開先入去就冇乜 delay。停機，之後，或者啲人鬼，之後 我趁機逃騰。
咩 display 卡，唔係咩 GCS1060 設計費下面有啊，下面有你碌落去嗰個台嗰畫面下面有曬啲嘢喺度啊，用1080P。 而家720都唔得啦，720有啲 game 都窒啦 ，battle 掛，用1080都話，同埋都唔使教1080啊，720咪教你都唔係全熒幕睇，畫咩料咩事。 对，哇，插头疼哦！你打塞了。 1060唔夠出10，即係GTX1060唔夠出1080嘅，夠出都要搞到30fps。 冇得我諗，哦，GG，啊，俾人執起，係咪啊？要 AD 要 AD 唔得，我唔係要買，得唔夠啊？ 跟唔到，上路，唔係，又救咗三，又救咗一次，砸咗兩次，又用翻型，無論嗰個吉普仔用埋，我都用埋，用，yeah。 即系俾人打中，一出嚟就哇撞到正一正，第一次上钩，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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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實實係咁啄住我，力技完，紙皮都得，我都係要死，反轉再反轉。 GG唔得，早又唔放，被打飞，老尿，你死，你死咗。GG，too easy。好，转game啊 ，battle 过啊，加少少。好，转 game。 好，下回请早。好，转 game， 改翻下 game 名先。冇所谓啊，有人入嚟咪玩咯。 同埋又自己入 Twitch app， 去入 Twitch app，冇所谓啊，有人入嚟咪玩咯，同埋又自己入 Twitch app，去入 Twitch app，下场玩一场单排，跟住我咁死完就玩多场多排咁啊，差唔多收皮，啊玩场 solo 先。 变，等我玩场 solo 跟住咪排啦。 好快死嘅啫我，嗰阵就死啦。砰砰砰砰！好似跌咗落去，见到。 单排好快系，好快死，一阵就死，好快出翻嚟，喺度。
好多粗口，媽逼媽逼。嗯，应该冇人同我跳呢间，争咁嘅冇啦，争啲细屋仔。嗰个咪天线嚟，可以睇电视、听收音机。少咗挂机佬，啲人开始冇乜断线啩，但系冇窗咯。而家我睇先，应该都最近系呢间呢两间屋。冇人，最重要嘅槍未攞，邊支勁啲？一咪勁啲，一鋪皮蛋衣，開你個門。呢边咧有包，冇嘢执，边度咧？冇，冇嘢执，都冇嘢执，都仲喺个圈度依家。起身，开门。大槍尾，你話啲大槍咩？攞埋先。二級。支棍，哦，尖劈，由烏茲闖天下。飛雞，呢度有飛雞。有槍，夠足咩？蘑菇，一臂彈衣。飛機飛過，要開門，
仲試玩，同埋三條友，而家仲有四倍鏡。 入定個 Twitch app 等都好快死，冇咯，抄完咯。單排最正啊嘛，絕境求生得翻自己一個，自己一隊。 有啲咩？反正唔係有唔使啦，兩個都夠。而家未有啲頭扎嘢。 執翻啲頭扎嘢旁下身，做咩？唔使呢，要揾頭扎嘢。開門，閂門，呢個咩？ 八幾粒九 mm 啦，而家已經，之後咧，攞住先，係有閃光彈，未睇 sofa 咁咪就，都冇，會唔會俾人偷襲死？全積7.62。 又，攞埋去抌落海都唔益你。有多個，抌呢個。唔知跑圈嚟，都冇嘢執嘅應該。仲埋7個人，死咗幾個就頭先60幾。電單車。 一攞電單車，衝入圈中間執嘢。嗯，烈火戰車 MK0523。 骨頂啊！拜拜！打保齡係冇啦！哇哇哇哇！點解我車喺度嘅？ 驚撞牆啊！喺度太直啦，嗰啲位。去邊啊？唉，算啦，唔執啦，咁遠就。哇哇哇哇！你媽媽。
架車中咗槍，我冇事。啲油龍有好多。學校射過嚟嘅。頂。再試。掉一個可以，要咩分？唔使一陣抌啊！太多廿幾個，我中意深色嗰個迷彩嗰、那個，係攞定先，係抌支烏枝一陣，有煙霧彈嘅陣。但是可能有用的東西，這裡撿完念力令到電單車起身，但這裡真的圓心。哇哇哇哇，冧低咗，仲有機會有冇槍換？47友依家，哔哔，呢度咧，手槍裝埋佢。啲賓大一抌都係抌，哦，知知 S12 二死 single， 我死咗，啱啱頭先喺度諗住追出去嘅，二死 ，bang bang， 係咪打得多牌㗎？二死，入 game 啦喂！你撳到死，你用散彈冇計，槍死，我射曬成排彈佢先死。要。可能你哋雙排住一場先啦，呢邊仲打緊，呢邊仲，要埋呢場等你哋啊。佢波冇啦，玩埋佢收皮。
玩得好啊他妈！咚咚咚咚咚咚！如果早寫咪可以玩一場，25分。低飛喎、啊，知飛邊邊好啦、你話算啦，睇先，我都係飛翻上邊多啲嘅啫。喺度藍色，準備跳，跳。敵人先，佢唔多個，有一隊喺隔離間屋嗰度 ，E 方向，有一隊 E 方向嗰邊，紅屋嗰邊好似落緊嚟啊，那個角落頭嗰度。個尖尖位嗰度，頂降落，哇！有一個落出嚟，一隊、兩隊，有兩隊啊！槍先，有手槍。书包仔，边个？哇！杀埋！佢仲冇队友咧，我喺对面屋望下先。佢好啊，唔知又望唔到佢队友。我見到佢隊友，佢隊友想入屋，入咗屋。哎，瞓低咗，殺到。冇啦，我唔夠彈喎，得翻7粒，我要截佢，我得翻7粒彈。有 Scar L 㗎，喺入邊。入唔到嚟㗎啦，除非佢走啦。係啊，係有啲散彈。我有散彈，又有 Scar L 嗰啲，你小心啊！應該執嘢啊！哎頂，右邊冇啊！知啊，要走啊！走！哎冇啦冇啦，知知冇啦，冇計啊！快速完，一槍即刻死。係啊，攞曬啦！我執都執唔穿。得支手槍。佢個玩完未？未玩嘅繼續開波。問下先，問先。等太耐唔等嘅，都走收皮。玩完啦喎！
玩唔玩啊？玩完未啊？啲人玩唔玩啊？喂，冇啦，佢見唔到你個表，冇得 at 人。攞嚟都聲開波，咩？佢歌嚟，佢有歌嚟喎。頂我撳個掣添，所以叫佢哋唔好玩，應該喺度等，喺住台等。佢而家呢啲又自己走去玩，又唔知點。佢哋自殺啊！我哋開咗波啊！捉翻佢咯，而家佢啱啱先。佢唔好自己成日偷，係玩啊，喺度等，唔好成日自己走去玩住先。咁我哋自殺出去。我出去，我哋出去咪得咯。應該啱啱出嚟啫嘛，佢永遠都等唔到。佢哋自殺出嚟。半個鐘嗰啲玩得耐 ，DBD 好啲啊，好快出翻嚟。Battle 環玩都 Battle 環全部半個鐘啊，幾個 cut 翻嚟全部半個鐘，玩到食雞，通常都係半個鐘，三廿幾分鐘。係。去去去去去。唉，我問機飛。你又播國歌啲人，又播歌，行遠即刻走遠，似馬近又播國歌，係咪癲㗎？叫咩位？綠色位。照綠色。哇！好多人。一時間你有一個，有係啊，一對啫都係。應該都係飛同一個位，飛去嗰邊大城。提早開陣好似。過埋個馬路先，過埋前一個，雪碧隔離一個，過埋馬路嗰度過落。我要揈過去陰公。Justin 後面一個，小心。頂，跳落去有個，跑少少。Justin 後面有一個。
我快拿把聲攞槍先，唉，得算啦，即係有屋頂嗰間屋，一個槍房，槍都冇知，一串包，唔知入咗咩屋添，有啲手槍得。 我而家入嚟，我入咗出边个门口攞嘢先，冲翻落去先，趁呢间屋啲嘢冇枪拎，佢都冇枪拎，我跑翻埋一边先。 我都系手枪，手枪大战，等黐翻埋一堆先，过埋嚟先，得手枪都系，我俾我杀紧你，你唔使我唔见十八师啊，我唔见十八师啊，冇人做我啲嘢。 哦，系咯，系咯，我搞执嘢，仓库俾人睇咗，俾人收咗，过嚟搵你哋先。我哋苏花都喺圈内，好啲，好散弹。 边守咗啦，要去佢哋嗰边喎。老妖嗰度有冇人？你有冇枪啊？你？我手枪。俾个散弹你啊！ 我放喺度啦，即系去黄屋嗰边咧，你去。我放咗喺度，你要散弹。喺个边啊，我攞喺度 A 四。我哋去边嘅？向圈内行，圈内行啦。圈内行，好。咦？弹咩？弹喺隔篱喎，呢度咯，红色咯。咦？咁远？ 佢唔系一齐嘅，向圈入边走啦，系嘛？我呢度好似上面未守喎。有车啊！落车啊！落车！有车。诶，马路。好上咗去。我上一上我嗰边先。好散弹得咁少子弹，有得十粒。 可能要都系过香港岛，落阿面。点解将你哋去咁远嘅？我住黄石，你好，跟住过嚟先。咩？佢阵间过嚟嗰阵攞车过嚟咪得咯？攞车过嚟啊！我唔过住啦，我过嚟先。唔好惊出，我惊出事。系啊，咩事？ 揸车过去先。叻啊！我唔知做乜嘢。一级书包。 手完呢度，加有两支散弹，
加啲上去你開槍，一出嚟唔到人打。好鬼都冇陰功，咁狂嘅呢度，呢度都咁狂。周鹏啊，呢度乜都冇。一支槍仔，咦？冇人揸車過嚟嘅我哋。架車喺我呢邊啊，好少呢邊。開少少啲，中間位。我哋要霸一架車穩陣，我驚佢收落下邊過橋，到時就要人收翻。我做炮台佬啊，散彈一陣打橋，啲人都熱啲。哇，好遠喎，嗰度超遠。我呢邊有個兩級頭盔喎，呢邊。喺度。咩啊 ？U。係咯。去到海嗰邊。我竟然漏咗個兩級頭盔。開咗門呢度。冇啦，我哋抄曬啦，全部我哋開。幾好的兩級頭盔。喺地下，喺下邊有層。我出我出嚟緊 ，E 方向停咗 ，E 方向。一個背囊都冇啊，喊出嚟。要過馬路，係馬路。E 方向，好過嚟先。應該過馬路喎，喺條馬過橋啊，應該架車走咗。過橋啊，車應該我聽到啲聲走咗，唔係我哋嗰邊。我哋過橋啊！你過橋啊！有人嘅話，啲裝唔好關住。先架車過橋，行過。而家係過咗先啦，都。我驚佢唔係收下邊咯，收翻上，收翻上嚟咪又要再過。哇！應該落邊下邊。我不過咧過前面嗰望望先啦，望望嗰位。我得散彈槍。一睇不，一睇住喺度睇住少少睇。老妖，你翻过嚟先。快点，我上，我上嚟。我不揸车的，我不开车的。攞散弹，散弹开车最准。有船，有船仔。又是散彈，二級避彈衣，二級避彈衣，地下。老妖下邊，我有我有，我冇攞啊！喂，或者有揾到嗰個咩啊 ？mini 十四，我正。啊！平時我呢度有追嘅收聲器啊，呢個係點解？因為我拎唔到而家，我拎。哎呀，拎埋二級架又拎嗰個追，哇！二級書包，得邊個？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二級。
收正面攞埋 Red Bull， 有车嚟，有车，马路嗰度，走咗段算啦，唔理佢。 但如果你而家过对岸冇乜，边啲又有嘴噶？我有嘴啦。有嘴啊？有个嘴咩？你嗰个咩嚟？我有追击托啊，嘴啊。冇，你个装满晒啦，装满晒我。 呢度有船啊，见唔到。又枪声喎。喺沙滩一个。沙滩一个。一队啊。冇冲锋枪。边度？左。冇枪支。诶，射冧。咁啊呢个。 两个，我见到有两个，我就自己食个 Red Bull 先。哇！你冇补血？得 Red Bull 同绷带，食 Red Bull 先。乖乖。得，你掉，我食咗个 Red Bull。冇电。 都见，但冇晒，冇晒5.56啦，我已经。点解啊？死晒未啊？我头先嗰应该系瞓低，啲菠萝佢哋抌噶，个烟雾弹佢哋抌噶，我净系喺度狂掉，烟雾弹佢哋抌噶，我净系喺度狂掉菠萝。得翻啲散弹啦，算我得吞翻后，我冇晒。死晒未？唔知。唔知，下先我觉得。 未冇瞓低喎，好似佢应该未死晒，个烟雾弹佢哋抌嘅，定你唔系你哋，我冇抌过烟雾弹。唔好讲其他嘢住先，俾佢讲咗，大家知道死晒未先？未，冇，应该未死晒，因为个烟雾弹佢哋掉。OK， 有其他车又，我边。系啊。 一个喺出边嘅。哇！咁快瞄到我嘅 Victor， 喺个行咗屋嗰度。阿老妖望住喺边。系。
開佢。我條師傅有一個人，我條師傅有一個人。係後面。乜鬼嘢？骨頂。都有。頂有兩隊，有兩隊人。呢個咪。看不到，衣帽在邊啊？後後邊後邊架車，後邊嗰架車，兩個沙灘，我打冧咗一個，出嚟一個，車度一個，三個。哦，縮圈。哦，接接俾人打冧啦，因為鏟到上屋，二四，好死曬。變變派哈利，太多人。變。我話咧，我哋最少打咗四，我打咗四個，我殺咗四個咯，打咗四隊啦，差唔多。誒，咁齊人呢度，以前再多啲人。哈利沖涼聽堂，太滑了，我这个人真的太放盘了，太滑了，变監獄嗰度有高有高位，啲屋係低位。睇落唔落到個天台嗰間屋，有得落天台㗎。呢個粒位係，好似上唔到添。屌，唔使，啱啱好。哇！我跌落街啦，我跌咗你。有手槍。有冇嘢執喺度？冇亂。落樓梯。呢度都好啲，一格格好多嘢執，有散彈，冇埋閃光彈。哇！咁多隻嘢，有三個書包喎，正喎。你下邊倉庫啊？係啦，倉庫。哈利翻工冇得玩，你大把機會玩，成日開。呢個仲有三個書包，等翻攞。
己鬥快樓。黃點有三個書包鬥快樓。執埋啲嘢先。我執唔到嘢，所以我要去執書包啲嘢。前少 OT 咪得玩。邊個係啊？係個啊 ！D 場。玩啦，玩多場都收皮。我買一場。書包仔。冇啊，我揾唔到。我都係十二 K 啫。有避彈衣喺地下度，嗰啲地下好有二級避彈衣。大把書包嘅，一人一個啦，已經可以。貨櫃走曬未啊？貨倉走曬已經，走曬應該。台面有冇嘢執？救護車。冇彈，有烏茲滅，有個得啲衝鋒槍滅聲器㗎，用燈。要揾 UMP 九啊！而家我哋做烏茲頂住先。有個好高嘅塔，有個塔咧，有冇嘢嗰上面？我驚行到咁遠，個樓梯嗰個好似上唔到去啊！唔知啊，好似好少上，好似未上過去。有冇啲 AK 子彈多啊？有啊，十五粒啊，係啊，十五粒，因為啲左都攞起咗。Thank you, thank you。你下部分去邊啊？如果係？綠色衫卡你，就綠色衫開台啊，變咗透明，得翻個頭。哦，依啲貨櫃仔啊，依啲貨櫃仔未睇喎。又有二級避彈衣。貨倉，我依啲未睇過。我係尖 pan， 冇都冇乜嘢。啲出面嗰啲貨櫃都有啲嘢執。好啦，炒曬啦呢個。剛上面啱啱睇嘅。上收啊，個圈應該。上收啊，哇！不利啊！一 DSPK， 打得冇。空嘅。冇頭盔添，陰。有啲有烏士嗰個槍柄咯，咪槍尾咯。有啊，用夠有柄，有個尾砌曬。講咩三十油啊？做乜嘢？啊你
冇睇咩咩做歌手定咩？你今朝講我先知，我冇睇。我哋開六點嗰邊啦。六點我哋而家反方向喎。六點咯。沿住馬路行到六點。唱 K-pop。三上去韓國咩？我唔知喎。今日啲嘢未睇啊，唔知咩都唔知喎。今日發生過咩事？開咗門啊，紅色嗰度。係咯，開咗門。紅色嗰度開咗門。去橙色啊，真係。橙色都開了門，兩個都開了門嘅。係啊，右邊同左邊都開了門嘅。即係你講黃色樓嗰啲嗰兩間嗰堆細屋啊？即係馬路。係啊，開咗門啊！馬路左右兩邊嗰啲屋都開了門。咁大鑊！啱先我用四倍鏡睇咗左邊屋嗰個門開咗嘅。誒，喂，有子彈落。攞埋先。已經開曬門。邊個標啊？佢邊？黃點啊？黃點咪亞洲地嗰度？唔係。一定冇嘢走嘅黃點，向中間就有。呢度呢啲位。向中。嗰邊歪成咁多人啊！63條友。阿 Mansion 嗰邊有冇車咧？再快。開咗門喎呢個。開曬啦。誒，你咩送頭送尾啊？攞埋啲子彈翻嚟。誒，前面啲有車。邊度？六點有車。有人。啊，紅色嗰個，同嗰啲樓一樣顏色噶嘛架車，差唔多顏色。係啊，有人啦。你係個石導師。入咗落嚟。有人唔好講其他嘢住。一。有人入咗細屋度。側邊間細路人入咗去。斜，你喺你哋上斜嗰間屋度，好遠嘅，要落追打嘅咁樣，好追。跳落嚟。係啊，跳咗落嚟。佢距離要落追打。啊，瞓翻喺地下先。有兩架車，佢哋有兩架車。你哋黐唔到埋去咩？佢三條友嗰度有，我哋到啦。打唔打佢哋啊？我哋到啦。射空氣嘅啫。我哋黐咗埋去啦。殺唔到啊！冇鏡，即係射完幾槍，佢可能走，一係佢撞埋你。好啦，得唔得？殺唔到人嘅就一射刀，射佢架車喺度，砰砰砰，咁開波又要。大哥你嚟，我爭啲又想射。呢度有車。翻啦。車隊有，睇緊。小碧小心，藍車，藍車兩個。我見唔到藍車啊！邊個藍車？我背著藍車。而家呢度六點。執翻啲子彈先。啲咩阿莫波羅垃圾啲菠蘿，我有 mini， 我見到，見到佢右邊，快有一個喺嗰邊啊，快上嚟先，見到，哎呦，有個行緊我度，好，再過嚟，
斜上去 River Johnny 的位置。冧咗个。啊！我隔篱人，三身头盔。山上有人，山上有人。后边，講完本書收台又唔記得改圖，撳返幅圖先開台，要想撳出圖，撳返張圖出嚟先成氣，都未改，冇改個 number， 唔記得咗。昨日講到一億人只有一個心跳，但這些行為影響卻真實存在。日本學者杉本良夫就拒絕同意日本的國族性格從一個舞蹈舞出來，還有講到這裡，現在繼續。1868年明治維新的領導人需要替日本人的意義捏造一個新的概念，在現代化的名義下，舊的封建秩序被破解，武士必須繳出刀劍，剪去頭髻，過去禁止攜帶武器否則處死的平民，突然間被要求為國捐軀，這個時候就非製造國族認同感不可。隨著日本的帝國野心逐漸增長，日本人的身份認同和戰爭的心理準備變得難分難解。1890年的教育剔語被視為聖旨，而且規定學生背誦，民眾日本的男女誓言對天皇效忠並恪盡孝道，發誓在國家需要那時以天皇之命犧牲自己的性命。寬賴德曾經描述，有一位日本校長為了重失火的房子裏面將天皇的畫像救出來而犧牲性命，殊不知他看到的是難以磨滅的文化特徵，或者用洗腦來形容就比較貼切。半個世紀之後，1946年的新年，報紙刊登天皇的聲明書，宣布皇權神授的思想以及日本人優於其他種族，而且命中注定統治世界是錯誤的。宣布中所提到的正是戰前的日本的思想，即使到了今日，圍繞著皇室周圍的神話依然還未被消除。西元後300至606年間，建造了150多個巨大的天皇古墳，至今依然禁止考古學家入去。據推測，這些是因為宮內廷懷疑這些古墳裡面可能存放了一些令人不悦的秘密，例如日本的皇室的血脈可能是追溯到去朝鮮半島。一些現代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一直強調獨立思考、獨立的行動，而且不隨流俗的重要性。其中一個就是村上春樹，
佢嘅主角啊，往往係獨行俠，一係就一啲漂泊不定嘅人。喺2009年嘅村上贏得以色列頒俾外國作家嘅最高榮譽耶路撒冷獎啊！佢企喺以色列總理裴瑞茲嘅身邊啊，發表咗一篇好多人傳釋為支持巴勒斯坦嘅受獎演說。如果有一共堅實嘅牆啊，同埋一個雞蛋啊，無論呢埲牆有幾咁正確，啲雞蛋有幾咁錯，我都係會企喺雞蛋嗰一邊。呢篇演說係呼應咗深常寺嘅無殼蛋概念啊，認為日本社會啊係個支立立嘅共同體啊，但亦都可以解釋成為一個替個人辯護，佢所表達嘅意念同日本人嘅同質性恰恰相反。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一粒雞蛋，一個被封喺脆弱嘅雞蛋中嘅靈魂。佢繼續使用隱喻喺度挑戰日本人諸多信條嘅言語。呢個人面對一縫高牆啊，一縫高牆就係制度。我嘅外交官朋友千葉講啊，教育喺度塑造日本人嘅自我形象嗰陣時，扮演最根本嘅角色。學校教我哋日本人引進外國嘅事物，再用日本人嘅方式加以改造，就成為我哋自我形象。我哋話俾啲孩子聽啊，日本人係與眾不同嘅，係咁樣講。透過教育不斷強化呢一個嘅概念啊，可能會形成一種魔咒。我哋必須同其他人一樣，如果唔係，我哋就會好羞家、好愚。遵從保留傳統嘅心態非常強。佢唔相信所有認為日本因此而與眾不同嘅概念。過去我哋因為食生嘅魚，所以好一樣，但而家大家都食生嘅魚，就少咗一種同人哋唔同嘅嘢啦。佢一度喺度開玩笑咁樣講。以前我哋有雙撲手，一班大肥佬啊喺度諗住打敗對方，但而家雙撲嘅選手都成為咗蒙古人同埋保加利亞人嘅天下，所以我哋又少咗一樣同人哋唔同嘅嘢。千葉咁講。日本人往往自比歐美人，好少同亞洲人為伍啊！照咁樣睇嚟，喺呢個仍舊以歐洲嘅猶太基督教嘅觀點為主嘅世界上面啊，日本係一副獨外人咁嘅樣，亦都不足為奇。好，講住咁多先，聽日再講。瞓唔著嚟睇台收啦，大家收，幾好咩？勁無聊催眠曲，啊！我又可以一路睇，唔係十世都睇唔完啲書，一路睇一路講，每日睇少少，每日睇少少。Bye.